民众抬头望着天空，远方小小一点的影像亮着灯，变得越来越巨大。驻守新竹空军基地的幻象两千，伴随着巨大的引擎声，从民众头上飞跃而过。为了庆祝儿童节，新竹市政府跟空军基地合作，安排了战机从儿童艺术节会场上呼啸而过，让民众感受幻象战机的魅力。而今年2019新竹市儿童艺术节也不例外，场地从香山区搬到新竹市文创馆，一样要在4月4号开幕这一天安排飞机表演，再一次让民众欣赏到幻象两千的英姿。今年的4月4号儿童艺术节的开幕当天，也邀请到幻象两千来参与我们这次精彩的开幕。那欢迎到时候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到我们的新竹文创馆一起来参加我们新竹市风的运动场的开幕，也希望在4月4号到4月7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风的运动场体验我们新竹的魅力。连续多年举办的新竹市儿童艺术节，每一年都在儿童节带给大小朋友许多惊喜，成为新竹市儿童最期待的活动。今年2019新竹市儿童艺术节将从4月4号到7号为止，在新竹市文创馆盛大举行，希望陪伴孩子们度过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